猜猜看，我现在喝的是什么茶？老实讲，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茶这样子的方式泡，你猜得出来吗？还是之前汉学大师王秋桂老师都用不正当的方式给我泡茶，害我没有办法辨识这是什么茶。自在就好，自在就好了。这是谁？这是林献能。我们今天来到平陵喝林献能所做的白茶，用一个这样子的方式，其实不应该多讲话哈，其实现在应该要很安静才能够配合这样子的空间环境。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外面这么美，对不对？很少王瑞瑶不讲话，